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这个007呢，要带这个雷欧娜小姐呢参观她的私人豪宅啊。我看到这门口一进来呢，哦哟，007的标志啊！啊，通过这扇门啊，哇，这个道路也太长了吧？这个上山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应该有栏杆才对啊？哦哟哟哟，好可怕啊！啊，车子就是帅气啊，或许918。呦呦呦，这个弯路，哦，哎，有完没完啊？是不是没了？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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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上来了 ，OK。哎，我先把车子放哪里啊？放这里好了，好吧 ？OK， 来啦，下来吧。OK， 我们看到这台是那个六人驱动的卡车嘛，对不对？我上来看一下，它是不是应该有一挺机枪啊？哎，它好像是隐藏式的啊，看一下可以改什么啊？哦，这个是保险杆啊，这也是保险杆。哎，好像没有机枪的，哎，就给它弄改一下吧，反正都可以改嘛，对不对？OK， 看一下这什么掉，好像真的没有啊，好吧，算了，先这样吧。好了，这台车蛮帅气的。OK， 这里很多跑车啊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又像兰博基尼耶，兰博基尼耶。OK， 哦。看到没有啊？这我帅气的躺椅跟这个电视机，哇，露天的，对，下雨就泡汤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哟，这里看风景非常的棒哦，美丽的海洋，哇，超级舒适。等一下，我的隐形眼镜怎么在晃动啊？哎，这样子不太对啊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前面这个，这算是小型的。游泳池有没有？还有辣妹坐在上面，看一下他们，哇，是不是应该要加入他们呢？来吧，哎呦，我这样，哦，一路滚下山的概念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喂，你好歹要做个平面嘛，对不对？人怎么这样掉下去了？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门口，好不好？放门口。好嘞，我要出现在门口了。我想把这个时间调亮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太暗的话看不太到东西啊。哦，雷欧娜小姐出去了，车子也开走了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库。哦，车库这样可以这样直接这样打开的，没有？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进来吧，从大门进来。然后发现它好像这个模组没有完全。盖好的样子，上面有那个排风的，那是抽油烟机吗？等一下，发现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吉他手啊，墙上都是吉他，对不对？这还有什么地方？哦，我们的厨房是公开的，哦，有篮球场哎，我不晓得007他这么爱打篮球啊，棒球桌，哦。Nice， 啊，小茶不在家的样子啊，他跑出去玩了、啊。这里啊，这里是办 party 的时候会用到 barbecue 烤架，然后这里是哇，这个地方看辣妹超棒的，有没有？可以看超远，尤其是沙滩那边的。OK， 非常的好。哎，这里是沙发区啊，沙发区看电视，电视好大、啊，哦，停机坪在前面，来上去瞧瞧，哦，露天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先看这个门好了，这是到哪里的？哎，等一下。这是落地窗啊，你看到下面还不赖啊。
这是我私人的会议室啊，可以看到我的私人电脑，对不对？然后老板的躺椅啊，这个躺椅花了我好多钱啊。我的钱放在桌上啊，钱不露白，还好没有客人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的眼睛都没在动啊。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我的卧室啦、啊。哇，进来了，我的浴室居然跟我的床放在一起啊，这样子不太好吧？哎。这个是啊、哦，这是走廊，走廊居然没有扶手啊，这样子好像不太安全的、啊。OK， 我们再进去看一看。啊，我的保养乳液也太多了吧？哇，帽子啊，衣服，随身行李就在放在这里啊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衣服可以穿，不是很赞？哎，这是沙发吗？哎。这样不是沙发，这柜子啊，柜子怎么放这啊？哇，美丽的双人床，这个就是要跟辣妹一起坐嘛，对不对？跟雷奥娜小姐出去了。哦，这个 view 好，这个 view， 哇，好，咱们出去看一看。我们下去，有点危险，就是了。没有做扶手，真是设计不良。OK，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看吧。介绍给各位我的车子，还有车库类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电动门打开啊，这是我的健身房，有没有？跑步机啊，哑铃，然后这个射飞镖的有没有？然后还有撞球桌，当然还有休息区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再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私人的停车场，我的超跑会放在这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重机，我暴君哎，等一下开暴君出去玩。哎，这里应该是通往这外面的路，有没有？看一下啊，这里是，哎呦，哦，非常的好。嗯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金库啊，来，我来输一下密码哦。一进来就是方阵快跑，哎，进来不认识的人直接扫射了，对，好多黄金啊，有一堆钱。哎，等一下，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啊？难道他偷我的钱，然后被这个方阵快炮射死了吗？这样子，哎，这算是命案现场，我先离开了，不关我事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这应该是靶场嘛？去看一下靶场。哦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枪，一堆枪在墙上啊，随时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哦，靶场，一定要，为什么地上有红红的？那一滩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个是没看到，先走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。暴君可不可以发动啊？太久没有其他的。稍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我们刚才是用坐这个电梯下来的吗？不是啊，不确定啊，有点忘记了。上去看一下。哦，真的耶，你看看。哦，地下那个是什么？下面的门会动啊。哦，好哦。好啦，出去兜风一下，来吧。上车 ，Let's go！ 来，阿古，来瞧一下车子啊。哦，这个位置好，这个位置 OK。准备，冲！咻！